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Dar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奥运课表。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有氧拳击。OK， 准备好你的水壶，准备好你的毛巾，我们就先从拉筋开始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的课表是由三个大组别所组成。第一个组别跟最后一个组别是从拳击跟 kickboxing inspired 的动作开始。那最中间这个的组别呢，是我们的核心还有敏捷训练。那看看从第一组做完，然后接受敏捷度的这个训练之后，最后一组的拳击有没有进步 ？OK， 那不管你是什么 level， 只要跟着我做，今天都能达到非常好的燃脂效果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开始我们 boxer jump， 可以吗？就是开始，想象地板有一条线，然后呢，你就在这条线前后跳。嘿、hey, ，很好，对，可以跟着音乐节奏，前后，很好。习惯同学可以自己转回来，对，准备一个瑜伽垫，跳进瑜伽垫，跳出瑜伽垫。好，习惯的人再换脚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很好，可以加入一些闪躲的姿势，很好，闪躲，还换边。很好，对，记得调呼吸哦。好，休息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开始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先左拳，右拳。好，这叫 one two， 左拳，右拳。很好，左右，非常好，左右。第一次打拳，同学没有关系，左右，记得你把拳伸直，伸直打，对，很好。配合脚步，左边右边，记得腰要转哦。再来，左右，习惯的同学呢可以打快点，哈哈，打拳的时候记得吐气吐气，很好，配合音乐。可以的同学呢加上脚步前后跳一下，哈哈，嘿，很好。对，头看准你要打拳的方向，很好，来，左右，很好，对，非常好。哎，休息，甩一甩手臂，准备换边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先打右拳左拳，挥拳的时候用力，伸直伸直，很好，肩膀跟核心都要出力转向，对，从脚开始发力。可以的同学加入脚步前后跳，往前跳的时候出拳出拳，非常好，对，很好，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，记得跳的时候深呼吸，跳出去吐气，就打两拳，对，很好。哎，没错，打对的话，应该会感觉到腋下的肌肉非常酸痛，是正常的。今天做完呢，因为我们很多的 boxer jump， 所以你的小腿酸痛也是正常的。加油，回到我们的 boxer jump， 开始。我们先从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开始，很好，跳一跳。听到音乐节奏，可以换边，对，看有没有办法自己很顺的换边。好，现在我们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对不对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换边，哎，很好，准备，换边，对，很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准备换边了，换。很好，再一次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嘿，好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，左右左勾拳，可以吗？开始，左右左勾，左右左勾，不习惯的人打慢一点没关系，把每一拳感觉到出去出去，
都要有打到东西，这边要锁住。酸痛是非常正常。我现在已经很喘了，还没有喘的同学可以打快一点，或是拳稍微出点力，然后眼睛看着你要打的目标。很好，加入脚步，哈哈哈，哎，很好，左右左，非常好，十秒，加油。第一组，我们都先习惯一下动作，所以动作多扎实，加油。哎，缓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打右左右的勾拳，可以吗？勾拳打在眼睛正前方，可以。可以，不习惯同学可以跟着我，左，对不起，右左右，好吗？习惯同学加入脚步，轻快的脚步，哈哈哈，记得打出去，吐气，这边会酸，非常正常，很好。哎，加油！开始流汗了吗？啊，我很喘了。哎，加入脚步，非常好。哎，很好。最后一次，很好。回到 boxer jump， 开始。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。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很好。再一次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有没有越跳越顺？小腿开始酸了吗？很正常啊。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有没有像在跳舞吧？记得要前后跳。嘿，对，脚步轻盈一点，没关系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很好，嘿，不错。三、二、一，换边，快点，嘿，嘿，休息。等一下，左右上勾拳，可以吗？左右左上勾拳，左右左，记得上勾拳的时候，不需要打那么高，没有关系。打到你的视线平行就好了，然后上勾拳用脚这边出力，一二嘿，对，很好，这个地方也要出力哦，有没有？这里出力，这样打上去很好。习惯同学速度加快，并且配合脚步跳一跳，嗨，跳一跳。习惯这个感觉，然后出拳，看准你要打的目标。哎，配合音乐也可以哦，很好。很好，换边，甩一甩手，变成右左右右左右。又记得脚一起出力，好不好？来，很好，哎，加油，打出力哦，每一拳打到点上，好不好？每一拳要感觉打到东西。什么是打到东西？全伸直，伸直，伸，就是打到东西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感觉到你的肌肉有紧绷、疲劳的感觉，恭喜你，你就是练到了，有没有？哎嘿嘿，可以喊出来，没问题，喊出来，嘿嘿嘿，哎，好，接下来。蹲踢，蹲踢右脚，
蹲，踢左脚，很好，踢，用力踢，很好，脚打直，踢的时候脚跟往外推，脚跟往外推，很好，哎，蹲下去，加油，挑战自己，加油，还有15秒，10秒钟而已，加油，不要放弃，蹲，蹲，踢，蹲，踢，加油，哎，时间到，接下来我们做浮力挺身，并且加转体，转体，把脚伸出去，稳定度不够的同学没有关系，脚留在原地，这样转就可以，好吧？稳定度不够的同学，上半身转就可以，可以的朋友，帮我加入脚的动作，动作不用快没关系，对，重点，把核心收稳，有没有感觉到？从脚到头都是一条线，这个就是你等一下打拳应该要感受到的姿势啊，很喘啊，我手现在非常酸，我希望你也有练到，休息一下 ，OK， 等一下我们半蹲姿势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可以吗？嘿，左右。左右勾拳的时候，不要只有这样子，用你的脚，善用你的脚，推出去，半蹲，推出去，左边脚半蹲，预备打，右边脚半蹲，预备打，很好，可以的同学，帮我跟上音乐节奏，加油，还有10秒。很好，一样。哎，到 ，OK。我们半蹲侧踢，从左脚开始，半蹲踢，侧踢，很好。记得不要憋气，用力的时候。吐气，加油！我知道很累哦。重点不是你踢得多漂亮，重点是你出力，你挑战自己，你能比昨天还要更进步。最后一下，很好，回到我们的。浮力挺身，加转体，很好啊！加油！30秒，加油，各位！很好，加油！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上半身的呐喊？我的也是，哈，3秒，最后一下，好，接下来 uppercut 左，一样，不需要打到这么高，没有关系，打到这里就可以，跟视线。切平，重点是上打的时候，脚半蹲往上，往上，很好。拳击不单单只用手打，要用全身的力量，灌在拳上才有力量，很好。大家已经比一开始进步很多、哦。别忘了调呼吸。停，好，1分钟休息，抓准时间擦擦汗，喝喝水。
你知道吗？各位已经做完了第一大组训练，第二大组训练就在练我们核心，还有我们的敏捷度，怎么样 connect 你的上下半身，让你打出去的每一拳都集结全身的力量，这是我们这一个 section 要 focus 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调整一下呼吸，稍微甩一下手。明天呢，这个地方会酸的朋友，还有小腿会酸的朋友，非常正常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明天打算就休息而已，我现在已经很酸了。 OK， 准备这样子，哎，往外 plank， 然后脚往外踢，很好，核心稳住，很好，可以的朋友跟上音乐节奏或是更快，随便你，我打算跟着音乐节奏，不行的朋友没有关系， challenge 你自己，只要你不要停下脚步，稳住上半身，你们哦，休息一下就成功了。 OK， 高膝盖开始攀岩，哇，我都叫这个爬云梯，加油，想象自己是打火队的，十一楼失火了，快点，你现在要从一楼爬到十一楼，快点，顶上有人需要你救援，爬快点，膝盖抬高，手用力去抓，三秒，加油，到 OK， 到你的右边侧撑住，有些朋友可以留在这边，有些朋友觉得不够的话挑战自己，哎，跟着我一样，对，很好，加油，哎，很酸哦，三秒撑住，哎，啊 ，OK， 哎，哎，这个动作，脚往前踢，然后手在胸前做交叉，十五秒，一下就过了，会很喘，就逼自己深呼吸，手要动起来，加油，三秒。嘿，停，好，我们换左边的 side plank， 受不了朋友留在这个姿势没有问题，可以的同学跟着我来，把右手右脚抬起来，嘿，在空中 touch， 很好， touch， 加油，十五秒而已，调呼吸，很好哦，这个地方撑住，这个地方记得撑住，哎，三二一，哎，现在到你的瑜伽垫最右边，成一个 O R Z 姿势，我说走，大家往左边走，走，哎，移动，走，加油，还没到的朋友我们等你，到的人定在这姿势，走，很好，用你最快速度往右走，走，走，很好，我们可以吗？跟上了吗？速度越来越快了，走，快，走，很好，走，走，来，往右走，往左走，往右走，往左走。定一下，哎，有没有还没到的朋友？快点哦，十秒哦，准备往右走，往左走，往右走，往左最后下走，哎，到了，啊，双手合十，向上抬，好，我们往左旋转，往下，回原地，用旋转半圈，下，转45度，哎，
可以吗？跟上啊！尽量跟上我的速度，好不好？副歌来了哦，跟着节奏。加油！20秒，15秒，加油！很酸啊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也很累。3秒，2秒，最后一下，OK， 我们现在往前跳，然后往后退，很好，来定在这里哦。我说往前再往前哦，加油，前跳，好，半蹲，慢慢退回来。等一下，我们速度会越来越快，跳，好，跳到前面自己走回来，跳，记得往后蹲，往后坐。跳，很好，剩30秒而已。跳，很好，跳，好，我们慢慢加速哦。来，跳，哦，小，跳，有没有越来越酸？啊，加速，加速，跳，来，跳，可以的同学快跟上，加油，跳，来来来，3秒，跳。最后一个跳，好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半蹲小碎步，好吧？哦，很酸哈、哦，好，加油，喘一下，小碎步 ，OK 的话，我们往左转，预备，转，好，转正面，往右转，转，转正面，好，我现在会说左。回中跟正，脚步不要停，跟着我的节奏，来左，回中，左，很好，回中，右，很好，回中，左，很好，右，右，有没有糊弄到你了哈？回中，来左，右，左，左，转心转心，回中，右。左，右，最后回中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OK， 我们波比跳，先到板子最左边，做一个波比跳，不用做俯卧撑，没关系，然后我们往右边跳，波比跳，跳，结束的同学留在半蹲位置，好，往左跳，波比。嘿，半蹲，往右跳，波比，嘿，半蹲，很好、哦，蹲着等其他同学，好，准备，往左跳，嘿，嘿，右跳，一样，我们越做越快，好吧，跳，往右跳，左。右，左，右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跳，很好，有没有？不知不觉，我们第二组做完了，中间休息个1分钟，马上接续，我们等一下最后一组的拳击，一样，跟我们第一组做的。一模一样 ，boxer jump， 配上你的拳击，还有你的踢。但是刚刚我们做完了这些核心运动，想必各位等一下在每一拳里面可以打得更扎实。加油，挑战一下自己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运用到自己的核心，甚至脚，把每一拳力量都打到最大化。喝口水，10秒后开始。加油 ，boxer jump，
预备，开始。嘿，来，一二三，换边。很好，调呼吸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换边。嘿，跟着节奏跳。哎哎哎哎，准备换边，很好，有没有看到脚步轻盈？换边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是左右左右，就这样左右，只有三十秒，所以可以的人赶快加入脚步，记得调呼吸，不管你在哪一个 level， 出拳就是吐气。出力，加油！尤其你第一拳左拳，次拳也要出力。嘿嘿，嘿嘿，休息，换手，右左，加油！加入脚步，很好，很好。嘿哈，哎哎，很好。剩十五秒，音乐结束，你还没结束，加油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嘿嘿，动起来，全身保持轻盈，出拳，哎，好，回到 boxer jump， 现在各位功课，在这三十秒内保持轻盈，调整自己呼吸，来换边，很好，换。可以的朋友，你可以在瑜伽垫左右跳，换边，很好，对，向左右跳，调整自己脚步，很好，对，自己抓到自己节奏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甩一甩 ，one two hook， 左边开始，左右左，很好，来，预备。不一定要跟着我的节奏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找到音乐节奏，或是你能够调整可以控制自己呼吸的节奏，记得你眼睛每一拳都打在你的目标，看到目标才打到目标，右左右的勾拳，好吧，来，右左右，很好，第一拳不要因为它是刺拳就放松，刺拳也要刺出力量，勾拳记得腰要旋转，好吧，加入脚步，十秒而已，调呼吸，再怎么喘也不要让对手打到你，加油，哎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开始回到 boxer jump， 这个时候是要你调呼吸用的，对不对？加入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脚步，挑战自己的协调性，很好。我习惯前后跳，加上在垫子上的左右移动。当然，如果你之前打过拳的人，可以加入一些闪躲。哎，对，好，那我习惯。就是在左右移动，加上一点前后跳就可以。OK， 准备左拳、右拳、左上勾拳。OK， 一、二、三。OK， 刚刚都做过了，习惯的朋友加入自己的脚步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做到做，加油！打打打！哎，出力出力！哎，很好。打得扎实，加入自己的脚步，很好，加油，五秒，哎，漂亮，等一下换成右左右上勾，好吧，直接加入脚步了，三十秒而已，这个大家都做过，哎，很好，有没有很喘，越喘
打拳前越要深呼吸，这样打出去才有气给你吐，对不对？深呼吸，哎，很好，三秒，漂亮。好，我们加入 squat kick， 蹲下去摸地板，踢，摸地板，踢，加油。最后每到几个动作了，摸到地板，扎实，摸到地板，加油30秒。哎，接下来动作每一个都会稍微长一点点，但是挑战自己，嘿，用尽全力，燃脂，瘦身，健康，加油，挑战自己，你的毅力，哎，用力往前踢，很好，核心收住，哎，往前踢，嗨，最后一下，哎，很好，啊，回到我们的伏地挺身，加转体，45秒而已，还好吧？刚刚做脚的，现在做手的，核心锁住。收不住的同学没关系，下半身脚可以不用动，可以的同学要求自己跟着我，或是跟着音乐节奏，哦，我应该已经跟不上音乐节奏，我的手已经快力竭了啊！但是我没有放弃，我希望你们也不用放弃。好，我们开始左右勾拳，来半蹲，左右左右，很好，刚刚打过了对不对？左右，可以的朋友，最后30秒，加入脚步，对不对？哎哎哎哎，加油，加入脚步，15秒，加油，5秒，哎，啊，好，半蹲，先往右边踢，摸到地板，往右，摸到地板，往左，很累，你看我动作也越来越慢，但是我有停吗？没有，你们也不要停，加油，加油，人生那么苦，你们都熬过了，这点小痛算得了什么？脚跟出力，脚跟出力，往前踢，侧边侧边踢，5秒，调呼吸，3、2、1，回到伏地挺身，加转体，转，很喘对不对？很喘，我也很喘，加油，我们快从天亮做运动做到天黑了，各位加油，运动不分白天晚上，只要你有意志力的时候，随时都是挑战自己的好时机，5秒，加油，3、2、1，有最后一下，哎，很好啊，最后一个动作，要你上勾拳，很好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最后一个动作，上勾拳，然后，既然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势必要加入脚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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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象你面前的是你最讨厌的主管，你还不打爆他，看准他，看准他的脸，我打爆他，嘿，
上勾拳，灌爆他下巴，十秒啊！再不打没机会了，三二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今天来到 Darren 的奥运课表，非常感谢各位一路上逼着自己熬过了今天这么累的有氧拳击，明天或过几天，各位感觉到这两侧肌肉酸痛，肩膀，甚至你的小腿、核心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，所以做完运动缓和，喝完水后别忘了适度的拉筋，可以做这些拉筋运动，把手肘放到头后面，稍微拉一下你这一块肌肉。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还动不够的朋友，这边有更多的运动让各位跟，或是想放松心情看一些其他影片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。